大赛再次拉开帷幕，每支球队都希望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，奉献最精彩的表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双方的期待有多高，挑战就会有多大。毕竟大家都希望取得开门红。球迷们活力四射，一片主队球衣颜色的海洋齐声高唱战歌，为球队加油。静待球队接下来90分钟，奉献精彩的比赛。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。 基里安姆巴佩在那个位置很难有所作为，他首先要做的是护住球。该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名伟大的球员呢？他是坚守、长久和矢。毫无疑问，犯规了啊！选择快开，里瓦尔多，保罗马尔蒂尼。 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，直接传到前场。里瓦尔多，里瓦尔多直接与对手过招。大卫贝克汉姆，卡卡想要找跑位的队友，帕特里克维埃拉，马尔蒂尼。
好像犯规了，是的，裁判判了。罗纳尔迪尼奥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转移到无人地带。 看看看看，连球都拿不住，自己失误了，本来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可惜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安德烈皮尔洛非常好，跑位很积极，大力射门，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，大卫贝克汉姆起脚打门。 双方都没有能够的应接不暇了，跟进补射，现在皮球无人看管，范迪克排除了险情，托马斯罗西西，弗兰基德容，凯文德布劳内，球在姆巴佩脚下。 罗伯特·卡洛斯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，卡卡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！视野很开阔，球出了边线。 凯文德布劳内，罗伯特卡洛斯，卡卡，卡卡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，坎扑的漂亮。 这才是精彩的扑救，贝克汉姆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，射门质量很高，他很清楚门将的位置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基里安·姆巴佩出现把球碰坏出去，加拉塔萨雷快速发起了反击，这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，极其老道的防守。 罗西基，哎，这肯定是个犯规啊！任意球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 卡卡，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。里瓦尔多，罗西基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，时机很好，想要穿透防线，菲利普·因扎吉，大卫·贝克汉姆。 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球稳妥啊，把球回给了后面的队友。保罗·马尔蒂尼。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罗伯特·卡洛斯，罗纳尔迪尼奥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。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 罗纳尔迪尼奥，约书亚·吉米西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。AC 米兰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好，现在他们需要在进攻方面有所作为。
凯文德布劳内。There will be 1 minute added time. 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，大脚向前传，马基尼奥斯抢了回来。进入中场休息 ，AC 米兰的球员回到更衣室，可能会研究如何加强进攻。从比分上可以看出双方的谨慎，两队都未能改写比分。我们再次回到比赛，上半场比赛确实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进球，希望这是为下半场精彩表现做铺垫。不过想要打开僵局，双方必须踢得更大胆一些。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扎吉、皮尔罗、卡卡得分，直接射门，球飞进了球网，进了进了进了。比赛正需要一点强心剂，卡卡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，他相信队友一定会把球传到他的脚下，他只要确保自己不越位就行了。一传一射很漂亮，他抬脚试射，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，一脚将球轰走。幸亏有他在场上，德布劳内，他利用身体夺回了球权。德布劳内正准备转身之际，球被对方破坏。菲利普·因扎吉，机会怎么样？皮球已经疲于应付，把球弄丢了。弗朗基·德容，这肯定会让教练十分恼火。传球意图太明显了。皮尔罗，漂亮的断球。伊扎吉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这是一道铜墙铁壁般的防守。球在范巴斯滕脚下。里瓦尔多。送出直塞，直接面对门将。进攻很有质量，渐入佳境啊。他们必须不断向球门施压。是的，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。一起来看，他跑动时越位了。我们将迎来第一波的换人调整，在这样焦灼的比赛中，现在是做出换人调整的好时机。漂亮的抢断，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！保罗·马尔蒂尼。卡卡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这个铲抢没什么问题，干净的碰到了皮球。
不在卡卡脚下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舍甫琴科，卡卡，安全起见，将球解围出去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寻找中路的头球冲顶。托马斯罗西西，帕特里克维埃拉赢得了这次身体对抗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卡卡，卡卡挑起头球，很难，这次机会不错，没问题，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。奥利弗卡恩第一下反应很及时，不过没能让球离开危险区域，结果还是打进了。进球球员表现是不错，不过门将本来可以处理的再好一些。AC 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，将比分改写为2-0。没有比此时打入第二个进球更好的时间了，在我看来，这应该是盖棺定论的一球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卡卡，球在卡卡脚下，这下全攻了，抬脚射门，尝试一脚直塞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纵身跃起，哇，本以为已经3-0了呢，刚才完全有机会杀死比赛的悬念，落后三球的话几乎不可能翻盘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基里安姆巴佩无奈选择了回传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 AC 米兰现在采取了保守的策略，阿纳瓦罗一记长传，只剩下5分钟了。凯文德布劳内，基米希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他一路狂带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梅西迅速夺回球权，往前传，舍甫琴科，好的，边裁准确的判罚了越位。这一脚没传好，裁判结束了比赛， AC 米兰做到了在这场压力巨大的比赛中收获了完美的结果。蔡慧强同学，能否谈谈你的看法？ AC 米兰理应获得广大球迷的赞誉，我相信这场胜利将极大提升他们的信心，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。
大赛再次拉开帷幕，每支球队都希望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，奉献最精彩的表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双方的期待有多高，挑战就会有多大，毕竟大家都希望取得开门红。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这看起来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比赛。事实上，这里的每一场比赛都给人这种感觉。主裁判吹哨，比赛开始，分到右侧，如果他想要反击就需要提速，寻求突破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是的，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。嗯，哎，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。双方开始争夺球权，球在厄德高脚下，塔卡、罗纳尔迪尼奥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。舍甫琴科面对对方的强悍防守，他丢掉了皮球，他遭到了侵犯啊。威廉厄姆刚刚才被警告过，看来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踢法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时间，相信主裁判对他不会再有耐心了。他将对手撞开，夺回了球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好样的，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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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瞬间需要相当沉着，他做到了。罗纳尔迪尼奥总是喜欢戏耍他的对手，必须承认他的花招太多了。AC 米兰取得领先，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先下一城，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铁杆球迷停止呐喊，现场你几乎能够听到主场球迷心碎的声音。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塔卡，球被拦截，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嗯，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。一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鲁伊克斯塔，维埃拉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罗纳尔迪尼奥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呀。AC 米兰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好，现在他们需要在进攻方面有抬脚射门，这很难判断落点，应接不暇了。他绝不会浪费机会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阿隆拉姆斯戴尔第一下做得很好，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。门将总会犯错，看过这个表现，我觉得这话真对。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。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，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选择打门，他这一次成功帮助守门员补波，一次很关键的防守。塔卡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精准的传球，他甩开了对手。舍甫琴科十拿九稳，甚至十拿十稳啊！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他们已经打疯了。哇，教科书般的吊门，聪明的射门，我猜他是看到了门将的站位才做出的决定。他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冷静的头脑，准确的将球送进了球网。这完全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。
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这是一个边线球，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。维斯菲哥很重要的一次拦截，大卫贝克汉姆，巴雷西，保罗马尔蒂尼，卡卡，弗朗格巴雷西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努伊克斯塔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找到了空隙，有机会打门，再试一次，有了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。这支队伍通过精彩的传球和跑动，完美的展现了控球的艺术，而同时他们的进球数也反映了他们对进球的渴望。毫无疑问，现在大局已定了，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他已经将对方看穿了，路易斯菲哥，他反应敏捷，将球拦下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罗纳尔迪尼奥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德克兰赖斯完全不落下风，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弗朗格巴雷西，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。多么精彩的半场比赛，对于一方而言犹如进入乌托邦般美妙，而另一方只是坠入深渊。现在才只是半场结束，可大局似乎已然确定。AC 米兰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势，开场45分钟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，每个球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好的，比赛进入到下半时，罗伯特卡洛斯往前转移到无人地带，卡卡前面有空档，关键杨轻松识破了对方的意图，关键杨及时出现断下皮球，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，哈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罗纳尔迪尼奥绝不想输给对手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罗纳尔迪尼奥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墙，罗纳尔迪尼奥好像犯规了，是的，裁判判了。德克兰赖斯因为犯规被裁判警告并拿到了黄牌，这个球他们会怎么利用呢？他们有望扩大比分，拉姆斯戴尔精彩的扑救，出界了，脚下功夫十分了得，
AC 米兰在中场区域限制住了对手，防线上撑的是滴水不漏，很好的诠释了现代的比赛中后卫的特点。球在厄德高脚下，他成功夺回了球权，这下把球弄丢了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1,550. 毫不吃亏。菲林厄姆，他们快速阻止了他的前进。AC 米兰自己挖的坑又被自己救了出来。漂亮，这本来有可能成为一粒进球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这下糟了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再传回中路，得分机会，打一脚，没问题。又进一球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样说吧，如果你看到了刷数据的机会，你会放过吗？当然要火力全开了。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了。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，他夺回了球权。德克兰赖斯陷入苦战，没法摆脱防守。看来对方认定他是头号目标了，只要控制他就等于。德克兰赖斯被放倒了，犯规，还是没逃牌，不过这应该是最后的口头警告了。贝林厄姆有机会塞过去，还是失败了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卡卡直接与对手过招，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，这几下完成的很流畅啊。拉斐尔范德法特出现的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哨声响了，犯规，可能会有麻烦，不过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掏过牌。 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 number 11 coming on to replace him is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哎呀，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。基里安·姆巴佩可以攻门了。罗纳尔迪尼奥棋逢对手，更是输不得呀。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还有穿透力的传球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寻求突破，这次没能骗过他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贝林厄姆，他娴熟的断下球，没有让球过去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这个界外球罚得有些离谱啊，被对手轻松的断下。反击的好机会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罗伯特卡洛斯被侵犯了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德克兰赖斯，范德法特，贝林厄姆，路易斯菲戈，基里安姆巴佩，球在姆巴佩脚下，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程配合。他们重新夺回了球权。他们想要改变进攻的路线，球在飞哥脚下，中场哨响起来了。 AC 米兰做到了在这场压力巨大的比赛中收获了完美的结果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，蔡哥你怎么总结？显示出他们针对压力如此巨大的比赛制定了周密的计划，球员们的表现十分稳健，
因此我认为取胜也在情理之中。好的，非常感谢蔡慧强精彩评述，我们的解说就到这里，观众朋友们晚安。Those of you making their way home 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day, please watch the screen for train departure times from all local major stations.